就这群人就喜欢土豪啊，撞然后再斩杀混沌梦，这样可以，很赞，用两张解牌。但是就是一种我死了没有跟你死了没有的游戏而已。有一点浪费，不要末日。想了，我没有失去什么啦，好不好？往好处想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失去东西啊，我大概失去一点青春吧。看，我有时候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会掉末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天哪，我是不是有什么感应体质啊？钢士兵要自然之力解啊！我是有什么感应体质啊？看起来是不要玩这个游戏比较好啊！他看起来是要斗殴了啦。圣光一世同。我觉得我肩膀重重的啦。我还是真的觉得，我前几场是不是都没有说过这句话，但是我只有这一场想到，想忽然感觉到讲了这句话。跟曾经讲了，不要乱感应啊，那个啦。让我想想，就斗斗着也可以啊，把我力爪掉两只。刚刚是不是要自然之力，然后中掉两只比较好？对啊，不服，愤怒不是 ，bash。哦，换刀 TNG， 然后下个砍掉砍过。哦，下手一声太棒啦！这个就下手。